对，我刚才给重点，反正太慢了。昨天很像是讲那个什么什么鬼的，好，那赶快讲一讲哎，上电给我看一下，上电了，上电了，哦，官方到底在干嘛啦？商城还放这么后面哦，真是不会做生意耶！祝融浴火浪漫，他为什么商城放在最后一个啊？我真的傻眼，那到底大家要怎么看那个商店在哪里？很傻眼呢。设计随机。我觉得要么先讲造型啦，啊，绿章是这样，还有什么名字啊？丞相。